欢迎收看《神游四海》。神游四海，写诗标，在地文化传万世。各位咱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要带咱观众朋友来看这间寺庙，也真有历史性，真有古迹文化的凤山龙山寺。介绍咱凤山这个所在，观众朋友应该会真好奇，为何叫做凤山呢？在咱明朝末年，大海来台福建省的先民啊，有看到咱高平交界的小港、临湖、大寮、凤山一带啊，有一片的小山仑，就亲像风的天使啊，啊，看起来真有灵性，也真有灵气啊。这个所在啊，叫做凤山。在咱郑成功啊占领咱台湾之后啊，也派兵到这个所在来开垦。当时迄个时阵，就有一个村落叫做凤山庄。龙山寺也真拄好，拄好咱这个凤山庄啊，同老街的商业区啊，佮嘛有一条街啊，也真出名，家具街。观众朋友，参拜咱龙山寺啊，买当来看到咱的家具街啊，有够侪种啊，百百种。无论你要找现代，要找古式的，或者是咱要做新道的，这些家具拢有。沿着这条路啊，就来到咱这个较现代化的通道这个所在，凤林广场，有感受到真有情调，真有气氛。所以讲每一暗啊，会当去食夜市，食好食的点心蛋，不管是透早还是咱的黄昏啊，都会感受到这个心境的心情啊，一直轻松起来。欢迎收看《神游四海》，我是张富贵，富贵。咱即马来到凤山的龙山寺，凤山龙山寺会当讲是凤山的一个地标之一啊。伊伫中山路甲这个三民路的交叉路口，附近有足侪古迹通去佚佗，尤其是咱龙山寺内面，无论是石雕、木雕，还是彩绘，拢是有历史的，值得咱位好好啊来甲欣赏。来，做伙你来欣赏一下。你好，陈老师哈。陈老师，我来请教哈。咱全台湾这么多这个龙山寺哈，啊，现在目前到底有几间？那以清朝时阵来讲哈，全台湾有五间。五间。都五间。五间哈，你为北部安尼，一旦那为北部来算哈，是淡水。淡水。迄个艋舺。艋舺。哈，啊，中部是鹿港。鹿港。啊，南部吼，台南加含凤山，拢总不能食。哦，啊，所以咱只算上南部啊。嘿，咱只上南部。遮尔啊，济龙山寺吼，啊，因这每一个龙山寺，伊有啥物无同款的所在？咱先讲伊的来源啊，是，因为伊拢是为福建省迄个泉州府吼，晋江、淮海接过来。啊，所以吼，伊有五间吼，拢是遐为大陆的龙山寺，哈，龙山寺分灵过来，啊，所以伊的寺名拢总相共，哈，啊，然后呢，吼，虽然伊拢伊的格迄个建地啦，吼，伊的迄个看有大间啊、细间的，啊，其实吼，伊有一个，咱若讲迄个较同款的所在吼，就是因为伊拢总伫即个河港啊，是海港，拄啊呐。去泉州遐人来啊，上花，吼，啊来着，迄个做生意，吼，啊来着有迄个一个聚落啦，吼，啊来着开始等于起庙。咱即间凤山嘛是边啊，就是凤山溪，凤山溪的就是坚定河嘛，啊来出海，所以拢啊那有河港之力，吼，啊然后来咧做生意啦，吼，啊着靠。繁荣啊，那有啊，所以你也看拢伫，拢起着啊，拢真大间，哈。啊，凤山这间吼是，其实嘛是小而美啦。那伫咱今来讲看，那列为国定古迹吼。
洪山龙山寺，除了咱的香火旺盛以外，观众朋友啊，你也看看这间庙到底有多久啊？来，甲恁介绍300多年的历史啊，也因为年代咧过真久啊，也看起来真古色古香。曾经嘛是咱内政部啊列为国家二级古迹。建庙开始是因为吼，有泉州过来遮吼，啊带迄个龙山寺吼，香火过来，啊来到洪山，啊拄啊好遮有一口井吼，啊来遮吼等于休困的时阵吼，迄个边啊拄啊有番石榴树吼，就是那柏拉树，啊就把香火挂伫迄树枝的顶冠，啊要走吼，袂记哩带着。未去大堂了后，即马到暗时啊吼，会等于讲显迄个神迹吼，暗时拢会发光啊，还是安怎？啊，所以附近的民众吼，讲来加佛，加佛山吼，就是为迄个那柏拉树的树枝吼，就甲出两段吼，嘿，来做。就是开机的。叫做神尊。无完全拢无刻。拢无刻。嘿。这样传说在咱清朝康熙年间啊，有一位对咱福建来的先民啊，在咱龙山寺也是真的所在啊，遐有一口井。这位先民身上有带着从泉州啊龙山寺所求来观世音菩萨的香火包，伊就挂伫咱这个井边的一丛石榴树啊，忽然间要走啊。也得个无啊炸炸，你每一暗，迄、那个香火啊，拢会来发光。附近的民众啊，认为是菩萨显灵啊，就来恭请着这个香火啊，甲咱这张石榴树啊，也当然把这张石榴树啊，来雕咱这个观音佛像啊，甲来建这个寺来奉拜。看到咱洪山龙山寺，也最有神奇的所在啊，也就是咱观音菩萨的金身，伊是安坐哩咱拄则讲到的迄口开机的古井位置，所以在地理上啊，也是因此啊，形成具有灵气的观音佛寺庙。观众朋友应该会当了解，为什么咱龙山寺啊，的菩萨会这么应验？咱的菩萨啊，不但会当有求必应啊，而且也会帮助咱讨海人掠鱼作业伊的方向，来保佑着渔船啊满载而归啊。所以讲，一直到咱今仔日啊。咱国内的讨海人啊，掠鱼作业生活的人啊，拢会真专程来这个所在拜拜，祈求平安。你看会到啊，这庙吼，足幼咯，但是伊嘛足大气啊。你看咧门口到一个礼拜。土脚面遮尔啊阔，啊，就是讲吼，你四方人，逐位拢会当来，啊，来到遮，要讲好也好，要讲歹也好，拢不要紧，咱在这大厅提供予恁吼，啊，咱有啥物代志，大家先放下，
咱才会当向内底行。吼，所以一个庙必须要一个大殿。这个大殿呢，普通时啊，伊有足侪功能，可能嘛可能人去做菜市啊，啊，但是阮遮啊，去囥芋头摆较侪，但是嘛是袂要紧啊。是所以讲哦，咱这神明哦，足趣味的啦，伊拢顺应咱的需要，吼，啊，所以这个空间，进目前为止咱看会到的，可能就是来来去去以外，就是囥机车，吼。啊，以后你若阁来细个的时阵，咱遮有咧做戏，吼，也是咧办活动，拢会在这大厅，也是这个桥建出来，拢会放在这个所在。所以你看这涂卡面，吼，涂卡面就是用啥物话？古的形式，唔是，我甲你讲，迄叫做蜜蜂，蜜蜂的巢，蜜蜂的巢，就是让人会当安那蜂拥而至。所以这个涂卡面，伊毛也。伊个意思伫个伫个吼，啊，咱若无注意，咱就无了解到讲啊，这神明伊个作用吼，拢总把这个藏伫咱这个庙宇内底，拢看会到。咱来看这个、迄个木雕的虫啊，吼，恁看铁虫啊内底吼，可以看，迄、那个看得出对联吗？敢看得出对联？对联上面有字啊。嘿，敢有看到字？吼、嗯。叫做我讲国语好啊，吼、哦，灵通凤旦，吼、哦，灵通凤旦，啊，这个是东门宝泰。为啥这内底意思是安怎呢？灵通凤旦，这个凤旦吼，就是迄个来表示这龙龙山寺的迄个地点。凤旦山，凤能。凤旦就是凤能，凤能凤山为什么会叫做凤山？是因为为小港要有凤鼻头，凤鼻头吼，一直延伸过来到陆军官校遐是叫做凤山丘陵，丘陵，丘陵。一个丘陵吼，你若伫迄个上空空照落来吼，像一只飞凤展翅安尼，来到陆军陆军官校遐段吼，拄啊像个细粒的迄个。小山坡，像咧凤能安尼，哦啊，所以吼，伊都啊靠近即个凤旦山吼，所以叫做灵通凤旦。哦，东门宝泰，即、這个东门，东门就是咱即马龙山寺边啊，就是东门，较早的东门。哦，凤山建城吼，较早的东门就是遮东门、东边门拢是伫遮，所以这些对联吼来点出。龙山寺的地理位置，哦、它靠近东门，靠近迄、那个凤，嘿，嘿，凤旦山，近阮较早叫做鸡毛山啊，啊，近叫做凤凰山，嘿，安内当爬山就就陆军官校边啊。南海流芳哈，南海就是南海普陀山，就观世音的那个地点嘛，吼、啊，所以直接点出。我们龙山寺的主神是观世音菩萨，哈、哦。啊、来德辅海江，海江的意思是讲，哈、哦，咱拄啊龙山寺是靠近这个凤山溪，凤山溪那一直在下游就是迄个坚定河，坚定河的出海，所以它靠近海江，就是海边的地方，哈、哦，所以。整个虽然这一户对联对不对哈，它即使是点出整个龙山寺的一个地理位置，跟它主神哈，那个主神是菩萨对吧？那个观世音菩萨，安尼嘿，这是比较特殊的。